你是谁？那你呢？我是你的另一半。我就是我，怎么会有另一半？你也是我的另一半。我从不知道你，但我一直都存在，也许吧。你能帮我个忙吗？我很愿意。什么事？我很困惑。困惑？说说看。我一直在找一样东西。快乐对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是你的另一半呀。啊，对呀。那你找得到他吗？没有。但我知道他从哪儿来。我不关心他从哪儿来，我想知道他去哪儿了，为什么？有的时候我宁愿痛苦，也不要快乐，为什么？快乐使人麻醉，还不如痛苦的清醒着。可是麻醉有什么不好呢？因为我担心痛苦会到来。唉，真是不懂。与其快乐的等待着痛苦，还不如痛苦的等待着快乐。那你岂不是一直都等于痛苦？为什么？你快乐的时候想着痛苦，你痛苦的时候快乐却遥不可及。是啊。但我起码是在追求着快乐。你觉得你追得上吗？总有一天的。不，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快乐就在你身边，我身边，就好像我一直都在，可是你却从来不知道。真是可怕。为什么？怎么会有另一个我存在呢？我不就是你吗？你不应该属于我，何必要抛弃自己呢？你是完整的。快醒醒，快醒醒，快醒醒啊！不能这样了，看你多么痛苦，我太累了。坚强点，我想一直睡下去。不行，你不能这样。为什么我不能和其他人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我不能这样，不能。一旦休息，我就再也不想起来了。你为什么而忙碌？你为我的理想啊，你的理想是什么？自由，哪种自由？我再也不想受约束。你还是先给自己自由吧。我不能，不能。为什么？告诉我为什么？不能，真的不能。请让我过去，让我过去吧，请不要远离我，我也不能离开你，让我过去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不，不，离开，请你离开吧。我不需要你，也不需要任何人。